哇，瓦尔德又是两枪，直接把 PU 给秒的掉。太准了，人也不多了，就剩两个人了。他这个瓦尔德这个连狙的对枪这样真的很高，真的很高。是的，他刚刚又是很漂移帮帮，没了，就根本不给对方反应时间。 UIP 这边虽然是打倒了推斯曼的一名队员，但是自己顶楼的楠楠，哦，自己顶楼的队员是被另外一层一三六给放倒了。输出啊，有一个耶，这个弹力很好，还有打一丝血，楠楠有无信息给到队友，明明踩二楼，漂亮，很立体这个思路。现在打的对方只剩一个，哦哟，一波刷屏带走推斯曼，打得很智慧，这波打得很智慧。对，楠楠要倒柴火出来的。 这个DOT伤害还是把楠楠给放倒了，没事，往前。UIP背进来还能救，两支队伍要遭遇了，完全在赶着两支队伍，没办法。十二月这个小瞄准，十二月在下一赛季后赛的时候就是高光还是比较多的，嗯。